8月14号，礼拜五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今天也是在八大道吃午餐。很久没有吃到印度面包了，最初的 1.95， 现在是 4.95。 这一碗是酸菜鱼头汤啊，应该是汤米，米粉在底下，10.95块。今天早上读了一位观众朋友的留言，他是这样说：我每次看到你的视频到最后的时候，发现菜式全是我爱吃的，看多了后感觉长胖了。今天的午餐我自己没有很喜欢，但也不太差了。结果是就喝了汤还有吃了米粉，但是这样花10几块也没有觉得值得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福州菜，你们来对比一下吧，划算很多的。昨天因为视频里面放了好多那个绿色警察跟龙蝎的那一段，我食物这一些就没全部放上去。其实我昨天的那一顿是4个菜的，本来3菜1汤，我补1块的话就变成4个菜没有汤。这一条是咸的黄花鱼，拿给我的时候是清蒸出来的。以前是很喜欢吃稀饭的时候拿来配，昨天我午餐把那个石螺还有通菜吃掉，那个猪扒还有半条鱼是拿回去晚餐的，我总共的消费是25块。那我今天的午餐呢，只是喝点汤然后吃米粉就已经是4个菜，我只看得懂洋葱猪扒。这福州菜10来块，还有水果，还有很多菜吃，说真的爱死了。好奇问一个问题，石螺全部吃进去还是后面那一点不吃啊？哎，都是自己动手啊，因为已经食厌了出面的东西了。爱新鲜超市在8大道60街。这超市有免费停车场，这是周围的新的建筑物，谢谢我们中国人把它改成这样。稍微看一些，这些水果好便宜哦，我已经10几年不能吃苹果了。这一些它都是放在门口他们的停车场外面卖的东西。芋头看起来好新鲜，好便宜的，四毫九又便宜啊！好笨啊，仲喺度晒太阳，好笨啊！然后进去就在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烧腊部，好小。这些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应该是一些内脏吧。1.99块，19.99块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百香果茶吧？啊，我看错了，10几元。但这么，我就想这么便宜干嘛？哪有那么便宜？这么便宜你也不敢要了。超市都是放着音乐的，舍不得消掉客人的声音。我之前买的飓风是台湾出的。
我很喜欢我留言板上的每一位的留言，等你们哦。今天有经过犹太人地区，顺手接拍一些给你们看。他阳台缝起来，帐缝怎么说呢？他们是过节还是有什么节日的，还是做法？不知道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会煮好东西给你吃，谢谢。